家好，我学校现在是早上5:30的样子啊，然后我现在没睡醒，因为今天早上我想去伙食团吃早餐。来工地这儿那么久的话，还一次都没去吃过早餐，今天我就要去吃一次，顺便看一下工地上的早餐是什么样子的啊。像之前我在其他工地上班的时候也是很少去吃早餐。我正好去打饭去了，去拿个碗看有啥子东西，我就把水一下，就这个样子嘛。好了，我要去打饭。现在这个天还没怎么亮，我去把那个碗拿来洗一下。这个时候就有很多工友在排队了，不知道有什么好吃的期待。排队中，很多工友都吃完早餐去上班了。继续排队中，终于到我了。哇，有我爱吃的鸡蛋，平时我一个人可以吃完三个鸡蛋。来，这包子。肉包子。这个。两个嘛，三个也可以。哎呦我的妈！然后再来一个鸡蛋嘛。哈哈，我胃口是不是特别大？微信收款3元。买太多都不知道怎么拿了。端的这个稀饭和那个包子，还有一个鸡蛋。有稀饭，有包子那些。现在是早上7:30的样子，刚刚打了饭回来，实在是太困了。我又补了个肥龙觉，补到7:30，而且又是太阳了，是好大。去洗漱，我还没吃早餐，洗完漱然后再吃早餐了。我也好困。看这太阳好大哦。今儿不用晒太阳，赶紧刷牙，刷了牙去吃早餐了。今天天气依旧闷热，昨天看天气预报说要下雨，结果没下。最近穿衣比较朴素，喜欢裤子和衣服，不想穿裙子了，短袖都洗了，就找了件衬衫搭配，感觉还是不错的。准备洗个脸，我洗脸都用毛巾，大家建议我用洗脸巾，但我已经习惯用毛巾了，而且对我皮肤也没有什么伤害，反而皮肤越来越好了，因人而异吧。我再来把那个包子热一下，用我的这个小锅儿，按一个煮就行了。吃饭了哈，我先喝口稀饭。今天我去看了食堂，它有稀饭，有包子，有馒头，还有鸡蛋，还有鸭蛋那些，我觉得还是不错，比较丰盛。然后我今天买了两个包子，买了个鸡蛋，还有碗稀饭哈，花了5元。这个稀饭锅的好香啊！来，我要吃个包子，尝哈它包子好不好吃。包子还不错，还是可以，这个味道。它这个肉比较多，吃一个包子，看这个包子很可以。
了两个包子，喝了半碗粥哈，吃不完了，还剩一个鸡蛋，还剩半碗粥，留到今天中午吃了。今天中午我就不去打饭吃了，还是吃得饱，5块钱，太多了。好了，我要开始忙了哈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拜拜。